轩，然后来自菏泽一中嘛，今年毕业，也是高考考了688分，然后通过清华的强基计划，有幸能到清华园去，学习4年。我从来都不敢说自己天资聪颖，但是我刚才说了嘛，我相信坚持的力量，然后我个人呢也非常的努力，这个我是有自信这么说的，所以说。当然我觉得可能天赋会有一些吧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努力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成分，觉得我的努力应该是一点不少的，至少占到7或者是8。这个张艺轩呢具有极强的创新思维能力，尤其呢在理科方面，无论多复杂的问题呢他都能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。这个在日常的学习中呢他也善于总结，把自己的一些创新成果啊，利用这个自习课的时间与同学呢进行分享。